合肥镇公所十二号暗时，伫咧和林国小举行因自中秋幸福合肥中秋团圆的音乐晚会，合肥苗音乐甲歌声陪伴乡亲过中秋。合肥镇公所连续五年举办中秋联欢晚会，伫中秋镇正一暗，甲合肥镇民聚集伫和林国小团圆，知名歌手来伫接唱，现场热闹滚滚。情深深挂，落无轻声自在挂。我们首先感谢我们代表会对我们的一个预算的一个支持，然后今天办理在我们和岭国小，感谢校方的一个支持，然后也感谢所有的热情的我们乡亲一起来参与公所的一个活动，然后公所在办理活动都相对的对我们公益的活动都会附带，我们都一定会支持我们公益的活动，所以说今天很看到很多的乡亲的来支持，感谢所有的乡亲对公所举办的活动的一个肯定。那合肥公所哈，我办理非常盛大的中秋联欢晚会。那今年咱的阮镇长嘛，赶快哈，也咱代表会支持哈，咱各地哈、各峡谷哦，大家一起来哈。那有非常精彩的节目表演，非常非常多的啊摸彩好礼哈，让我们现场人山人海哈。那再供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出动啊，全家团圆啊，在啊这边度过非常快乐的中秋佳节晚会。晚会周边阁有真侪小食摊位，现场就亲像一场小型的嘉年华会。新兵都有啥电视，特别将小胖卡开到现场，甲乡亲分享 4K 高画质的影音响应。现场阁追踪开播新兵都粉丝专业，起站阁上环保龟头活动。我们有打卡开播，我们频道有打卡送赠品，欢迎大家来打卡一下，就有赠品可以拿。镇长阮厚觉表示，这已经是第五年，甲所有镇民组织做伙欢度中秋佳节。爱真感谢代表会支持，公所同仁的用心，佮何必镇民的收听，予中秋晚会一年比一年佫较热闹圆满。多彰化新闻叶宏武何必彩虹报道。